今年呢，我们是俗文学与民间艺术。那么，什么是俗文学啊？什么是民间艺术啊？各位，我们对于呢一个名词的概念啊，这概念就是它的定位定。看它的范畴，其实常常啊是习焉不察，或者每个人都有一个想当然了的概念，然后就自以为是，好些都是这样。可是我们做一种学术来看待，它当然就要精确的这个意义定位和周延缜密的一个范畴的设定，否则的话这门学问常常呢会走火入魔而不自知。我研究的比较涉猎多著作多的是戏曲，你们相信不相信？把两岸的戏剧史、戏曲史摆在一起，我看我自己涉猎过的大概就六七十种。我所不知道的，或者一看就不想看的，加起来应该有百种吧。他们也都叫戏剧史。或戏曲史，我一翻，知道呢，去先界定我所谓的戏剧是什么，我所谓的戏曲是什么的，你们知道吗？不到十分之一。开宗明义去注意这个问题，不到十分之一。然后呢，有的懂得去说了。说的真正让你信服，让你觉得他确实是有凭有据，那更少之又少。事实上戏剧和戏曲，我们都知道一个名词常会有怎么样名义实同，对不对？可是名同实义的也很多啊，所以这里边你呢一定要把它弄清楚。还有同一个名词，各位时代不一样，地域不一样，会不会完全一样啊？也就是说它有时空的变数。如果呢没有把这些弄清楚，那么你就没有一个准确的方向，你刚当然画不出一个可以令人这个信赖信服的那个范畴，那么你这门学问呢一定是飘忽不动，难以给一个读者一个正确的导向，这是必然的啊，必然的。所以各位，像俗文学这样的一个名字，这门学问大陆就有三个不同的名字。民间文学、俗文学、通俗文学，他们都不同的定位。这定位里边甚至于受到什么的影响啊？受到哲学的思想、政治的导向，它就可以不一样。我们台湾当年我要写这个书以前，
啊，你们手中就这本书以前，就好像2002、2003出的，到现在也有15年。的时候呢，我是先在教育部的资助之下，做一个有关相关的这个资料，相关的这个设计一个教材的规划，这样一个功夫，找我已经3个毕业的同学，我指导的学生，就俗文学这个区块，我指导的学生，我们台大就是洪淑玲啊，我们洪淑玲老师，在东吴大学就是这个陆一路，在海洋大学曾志良，当时候的博士班，因为就是现在在东华大学的刘宗荣，我们师生呢5个人，由我主持呢做这件工作，是收集了好多少个字的四大册的这种资料做基础。另外呢，这位学者是刘半，他的学生李佳瑞师生2个人做的。这一大批资料就在中研院也运到了台湾，大陆的学者都以为在搬运的途中沉到江里边，都以为不见了。那我的老师呢，戚万里戚玉鹏先生，他就找我做这个整理编目的研究。戚万里老师各位都知道啊，中文系的，他是啊可以说举世闻名的经学家，做过我们台大中文系主任，中央图书馆馆长，也是中研究院我们中文系出身的2位院士之一，一位就是他，一位是董作宾林志学。那他要我整理，我以这10000这个这批资料啊，原来呢眉目不清，混杂在一起，根本没有办法使用。我就这样，戚老师说，这批资料要使它复活起来，就像一个人必须要开刀一样。戚老师呢也很信任，好，容易啊，那你就根据你的观念去处理。我那时候是32岁。刚在我们中文系当了2年的副教授，我承担这个工作，经过3年，把它呢编目完成。那这3年呢，是怎么样的处理呢？首先，我把这个混淆在一起的东西，就拆线剪贴，把它拆开，让它归在我所分的类别里边，大类里边，大类里边又小类。各位，在6个大的部署里边，有150几种，150几类，那样的一个复杂的鸟，在这样的基础之下，我把大陆因为主要的这个著作经过我们收集整理，我又陆续收集了几本，所以对大陆的这一方面的研究可以说了如指掌。还有大陆没有的，我们中央研究院所藏的10000多种经过我所编的东西，
然后我又觉得你要做一门学问，应当对于自己台湾的研究的现况也要有所了解，所以我就召集了台湾各大学里边凡讲授民间文学俗文学的教授有十几位，我就汇集请他们，因为这十几个都是我的朋友，说个个都很支持，就在中华民俗艺术基金会，那个时候我就是正在推动我们台湾乡土艺术和这个传统艺术的那个年代，在这段期间里边把他们找来，找来我请他们发表各自对于俗文学的看法，十几个人一听，绝大部分是中国大陆派的观念，和大陆一样的。我一直心目中所想，只有一位和我来接近，和我接近。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各位想一想，你如果呢不把它说清楚，不把它定位，你写出来的无法来说服他们的话，大家就嗤之以鼻，你这个怎么叫做俗文学？所以这个书里边有二三十页，我看有几页，各位翻开目录，开宗明义啊，我就在定位什么叫俗文学。这二十四页你看看，所有的书里边呢，大概很少怎么样，很少用这么样的篇来定位一个名字。那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大陆对民间文学、俗文学和通文俗文学有他们一套这一方面的学者的共同的认识，也说说他们已经有共识，可是我觉得这是错误的，必须要怎么样，要来批驳他。另外呢，台湾的十几个学者，五六个最有名的，包括苏联来的一位学者，这位学者是很不错的，他能留下台湾来，我也是等一等他这个如何，他才定居的。但这位是纯粹的一个很好的学者，他也是偏向大陆的，认为三者是不一样的。那我要把这些，起码不敢说统一他们，我把它写出来，写出到现在，还没有任何两岸哪个学者针对曾某人来辩论，来说我不对，所以我们这个书啊，可以说是目前呐、啊，有时候老王卖瓜，瓜真甜，你要说甜呐、啊，对不对？啊，如果明明瓜很甜，你说不可，这不怎么甜呐、啊？你试试看，这个人情是可以这样，学问不可以这样。学问就要有信心，你真有什么就说什么，不要夸大，不要呢自欺欺人，也不要这个狂妄，但是你认为你对的，你应当要坚持。所以我们这个书啊，是可以说目前呢内容最丰富的，对于俗文学的观念介绍研究的方法是和大陆不一样，我们台湾更不必说了。上我课的同学都知道，我不是传授各位知识，因为知识
不过是什么而已啊。书本上你自己读，你就可以得到的。就自学的态度方法是最重要的。自学态度方法，就好像你要寻觅宝藏，这个宝藏就在这么样一个这个什么宝库里边，你如何进去？去里边截取、收罗，当然就要宝库的钥匙。所以学术的钥匙，你掌握了，你自己就可以开启啊，这个才重要。那么钥匙呢，有各种不同的钥匙，不同的门道，它的钥匙也不完全一样，但是可以触类旁通。反正这个锁里边一定是一个关键的地方，你这个钥匙能够打开那个关键，这是不一样的，所以可以触类旁通啊。你得到的钥匙就是这样的钥匙。因此呢，像刚才我们说，我们这个课《孙学与民间艺术》，第一演化出来的，那什么叫孙学啊？孙学的范围是什么啊？为什么这个孙学值得开门课来探讨呢？古人不是都不甩他了吗？所以孙学的意义价值在哪？是不是也要我们来给他探索定位的啊？这是第一必然。那同样的民间艺术，什么才算民间艺术啊？民间艺术的定位是什么？民间艺术包含哪些内涵？还有各位要知道，我们的科目叫孙学与民间艺术，这叫什么题啊？就像当年呢大专联考常会出的读书与爱国，对不对啊？读书和爱国不同的两个命题，但加个与，就读书和爱国必然有关系，必然有因果，有互动，有这个什么的关系啊。比如说我和玛丽莲梦露，我能写这个题目吗？玛丽莲梦露根本连见都没见过，玛丽莲梦露死的时候我还很小啊，我只看到了他的这个，像这个题目当然就不行。所以这个语啊，是必然有关系，你才能用与在一起，而不是两个并立的东西就可以加与。所以我们俗文学为什么可以加个与民间艺术呢？因为它有关联。那为什么讲俗文学其实就很过一个一年的课啊，我还要加个民间艺术呢？因为啊，学术的东西啊，再有趣味的，都会有一点干枯。那民间艺术是比较活的，所以呢，打个比说，我们讲俗文学里边的歌谣，我们讲俗文学里边的说唱，那请问民间艺术里边有没有歌谣？民间艺术有没有说唱艺术啊？哎，这两者就可以结合起来。所以当你研究歌谣的时候，就不是只有俗文学的歌谣，它还有歌唱艺术、语言的问题、歌唱的问题，它与这个歌唱者、庶民百姓整个心灵之间的脉动的问题。所以我们呢加一个民间艺术。
希望如此。当我呢不得已出国去开会或者什么的话，我会找我的学生啊，他本身已经也都是在大学教书多年的，而且也都有这一方面的思维和表演。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刘书煌教授，他是戏曲学院音乐啊音乐学系的这个教授，他就对于歌谣小戏啊，那么由他来给各位现身说法，录影带什么。我们在座也有一位同学张文美，是现任戏曲学院的研发长啊，他是杂耍特技，不要你就看起来漂漂亮亮，这个好像身利落得很，类似杂技，那么杂技也是民间艺术，类似这样啊，还有这个白玉光啊，的这个大陆歌谣啊，施德玉的这个歌曲创作，还有那个王友兰的这个收藏艺术啊，乃至于廖琼枝呢，请他来唱几段给各位听啊。使我们的课啊能比较活泼一点啊，活泼一点。所以课程的进展各位就必须啊要配合，我们速度才会快才会快。譬如说下个礼拜我们呢就把这个科目里边，各位翻开就总论这一边，佩欣，你把那个总论的标目念给大家听。总论一：民间文学、俗文学、官俗文学、命义之商榷。一、大陆学者对俗文学、民间文学、通俗文学的命义。二、台湾学者对民间文学、俗文学、通俗文学命义的看法。三、著者对民间文学、俗文学和通俗文学命义的看法。二、俗文学的范围和分类。一、诸家论著中的俗文学范围和分类。二、著者所标举的俗文学范围和分类。三、俗文学的特性。一、学者对俗文学特性的看法。二、著者对俗文学特性的综合观察。三、大陆学者对民间文学特性的看法。四、俗文学的价值。一、学者对俗文学价值的看法。二、著者对俗文学价值的综合看法。五、俗文学资料及其搜集整理。一、敦煌俗文学资料。二、中研院所藏俗文学资料。三、近年大陆刊行的四大集成。四、俗文学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好，各位，下个礼拜你们就要把总论读完。那么各位从这纲目啊就可以看出，我们开宗明义一定要先定位什么呀？三种大家争论不休，而终于在大陆取得共识的民间文学、俗文学、通俗文学，在他们是认为不一样的，各有定义，有范围。那我把两岸的学者让他们畅所欲言的各说各话，最后总要怎么样自己站出来。如果呢我只是把两岸这些学者的说法把它列举出来，这只是什么而已啊，叙录，或者只是怎么样，只是一个介绍，说必须要有哪一个啊
我每一章几乎都最后说，著者对民间文学、俗文学和通俗文学命意的看法，就是要凸显你自己。也就是说，这个说出来，就和我不同意见的人，要各个希望他们怎么样，信服我，跟着我走。你要有这样的企图，这样的目的，你这个书才写得下去。否则的话，跟着他们的话再说，你下边所谈的是不是都要这个跟着他们意见，被他们牵着鼻子在走呢？你就没有这个自己的看法啊。各位，什么叫学术？学术的就是希望有创建发明。什么叫创建发明？说言人所未能言，发人所未能发。发人所未能发，就是别人呢没有办法把他呢，在这个含蕴在里边的，把它挖掘出来，让它出现。没这个能力，你有了，而且有了你还能把它说出道理，人家说不出来的，你起码能自圆其说，所以这才能叫言人所未能言。啊，所以我们每一章几乎我用的方法，大家怎么看？啊，你看你，我引了大概起码有三四十家，重要的可以说各说各话，各说各话里边必然有怎么样？大家默契取得一致的。那你说为什么这些大家一致？那么有些人只他说，别人都不提的，这是不是错误呢？哎，不一定。有些人呢，他自己提出来是他的发现，我们要有这个能力，比方说他这个发现很重要，看到别人没有，或者他这个发现呢是错的，是不对的，所以大家都不敢说。你要这个能力去分辨，所以我用的功夫非常笨拙啊，但是各位知道，自学呢，其实呢有这个在方法上呢，有时候很笨的东西，反而是最让你信服的。学术就要这样，说的让别人信服，那就是扎实的证据和逻辑合理的推论，这个很重要。所以我用的最笨的方法，你们都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那为什么我这看法？我说的这看法是经过缜密的思考，排除不可能的，取向最合适的。但是一般学者拖了，绝没有用最笨的功夫，他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所以常凌乱不堪啊。各位可以从慢慢的从我这个标目来看出啊，我对这问题啊，除了定位以外啊，定位以外，那么可以说啊，还很重视的，就是对俗文学这个东西，我是怎么样研究它，怎么样来导引学者或者我的学生进入我的领域。我一定是名词定位，对不对啊？什么叫神话？什么叫仙话？什么叫鬼话？好像大家都知道，
树上定位以后，你就发现你不足。像这样的一个定位，其次呢，我有一个考据癖，那一定是要来龙去脉，也就是说，这个区块、这个范围、这个类别、这个项目，它可能的历史发展的简史，或者它在学术上一种研究演进的情况，这是我第二种。说这里边你要把它整理出它的演进史，容易不容易啊？并不容易。打个比如说神话，这个研究人很多，你要把它鸟开，看出它研究的来龙去脉，这个也要花一点功夫。所以这是第二。第三呢，对于俗文学的每一个类别，它的直性，直性是什么？你对直性如果弄清楚，那么它可能被一般学者分的个各类的四分五类，而其实是在一个统计之下，你就可以把它统计下来。所以我这呢只分作四边，归在四大类四边里边，每一边呢又再分不同的类型，这样就容易怎么样提纲挈领。所有俗文学的这个论述几乎是各自独立，各自独立里边会有什么现象啊？杂乱不堪观，写到什么就这一类这一类这一类。事实上类别之间有没有一种连锁性或者是延伸性啊？也有的啊。所以排列秩序是有它的道理啊，所以我们呢也很重视它这个提纲挈领。因此在四大编里边，打个比说，我的所编第一编从来没有人用过这样的标题，叫短语最主啊，主就联系的连续的意思吧，啊，足，在俗，但是这里足就是连接连续的意思。那短语最足，就可见它的特色在什么？是俗文学里边最短的怎么样？论篇录来说，它怎么样？最简单的，啊。那在这里边呢，你看，光俗语一下。我这后边扣补，谚语、歇后语、惯用语、口头成语、秘密语，这每一列之间都不一样，但是它都在一个共性“俗语”这两个字之下，所以“俗语”这两个字就提切提这些读者、学术研究来说。它就是一个组群，你把这些组群能归并在一起，化繁为简，这也才是学术啊。如果你让它凌乱不堪，就像我们中研究的那一批资料原来是混在一起凌乱不堪的。戚老师让我搬回台大，摆在第九研究室和当时外文系的一个研究室，第五研究室，然后呢拆开简单的订书机或者那个缝的线或者剪刀一剪，把它分裂，然后重新整理。这种情况其实功夫是很大的，所以各位不要小看俗语底下可以带进这些东西是随便的。另外
我还注重它的每一类文学的直线啊，直线刚才说了，它到底这一类文学有什么特色？不要弄了半天啊，连它的这个具体比较明显的特征不知道也不行。那么了解这个俗文学，当然又要什么一种这个例证。所以哪一类文学有哪一些例证，把它举出来啊，就可以这个让大家窥豹以见一般，以见全豹，说窥豹一般。看这些例证，就了解这个俗文学的概貌是怎么样啊。那么，利用这个书讲述的，一定也会，老师呢也可以借此来作为一种说明啊，就不必要发讲义、抄黑板干什么啊，都也不要抛破你的什么啊。说我们这个书啊，事实上是可以作为这个初学的入门，但是也可以作为讲授的教材，同样的可以作为上课的这个研究的一种参考。尤其呢，我们这个书里边提出了民主故事这个概念，在俗文学里边或者民间文学里边很重要的一环，那就是民间故事。可是民间故事里边呢，实在类别太多，内涵太丰富。其中呢，我举出来一个类别，这个类别也很特殊，几个条件。第一，它起码千年以上，流传千年以上，流传的这个幅员是遍及整个中国，或者中国文化的四一，韩国、日本、越南等这些。还更重要，它的内涵是有很浓厚的民主意识、民主思想、民主情感在里边。也就是说，它是以民主意识、思想、情感为内涵的，超越时空的这样的一种故事，我叫民主故事。我这个观念呢，影响两岸很大啊。现在以前大家难以定位的，像牛郎织女故事、孟姜女故事，还有梁祝故事、白蛇故事，都只称为四大民间故事啊。可是它就在我的民主故事这个范围里面。我的民主故事呢，这样的范围就许许多多可以研究的东西啊。你像这个包公历史人物里边的西施啊，西施实际上是不算历史人物，但一般都说历史。西施、王昭君、杨贵妃、关公、包公啊，乃至于妈祖、观音菩萨、杨家将、诸葛亮，他呢后来都是民间的色彩非常浓厚。所以历史人物的民间造型以后，
变化的很大，就变得理路就是民主故事，渊源滋生这个展元壮大成熟的这个规律，所以就变成了一门呢新的这个什么俗文学很重要的学术。我在台湾也指导了好多位研究生呢研究这个论题。另外如此延伸出来也是从来没想到的，那就是这个影子人物。什么叫影子人物呢？历史上是有是无，说要有不知何许人的，也没有姓也没有名，只有一个符号。但是呢他很典型，常被大家称颂。比如西施就是在包达王国，包是妲己王国美女，古人就认为一个国家灭亡如果没有那个美女亡不了的，所以西施就扮演这样的人物。你们看看关公旁边青龙偃月刀，其实有没有啊？青龙偃月刀与关公也毫无关系，就慢慢就有了。他旁边站了一个什么裘然的呢？我们现在说周仓啊，周仓是元杂剧以后《三国演义》后才有的，以前没有的。汉阳贵妃争风争处的梅妃也是以前没有的啊，南宋以后慢慢有的，类似这一种啊，像貂蝉，对不对？貂蝉会扇那个连环计的貂蝉，都是影子人物啊。像这个也是民主故事里边延伸出来的。为什么有这样的影子人物？就是我们需要他在我们民族意识、思想、情感里边要这样的人，就在这个民主故事的理论的范围里边产生出来。这是我们这个书啊里边呢，和别的俗文学概论或者民间文学、通俗文学里边绝无仅有，占的篇幅也很大。为什么占了这大的篇幅啊？我有你们没有的，是不是我要更说的详细一点？如果大家都有的，就把大家的概念说一说。写书要懂得这一点啊，人家都说了，说破了嘴皮的，你还把它弄得很大，那也不过如此啊。可是大家没想到、没看到、没说到的，你建立起来，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什么创法。所以各位，你们读书从此又要进入学术的研究，就要随时随地眼光敏锐，懂得如何创发。有创发可能只要几件，你就可以这个为大家所称颂。人云亦云是基础，你学问的基础不能不经过这个阶段，但是最终目的就是要创发。创发的前奏曲一定要自圆其说，如果你自己写说的都有一点哎，我是不是自欺欺人啊，连自信都没有，那你这个当然不行。所以我们这里边呢，这个书的民主故事这一部分是特色。另外就是有一个呢，是我一个朋友叫高国反啊，他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很多年不见啊。他首先提出了这个对联啊，对联呢、啊
是我们中国文学里边最精致最精炼的一个文学。这文学和声韵以及形式结合的多才多姿，天衣无缝。那么短小，但是很精湛。这个呢，懂得把对联弄清楚的人，古人已经不多了，现代人呢，更是啊，这个更是难得。他有时候呢，要具备相当的文学艺术的修为，才能做出一个好的对联。你想想，我举一个例子，《国语日报》，那新年70周年了、啊，我们照样要怎么样？要庆祝啊！庆祝，大家就推我要写个庆祝的对联了、啊。啊，那对联呢要弄在哪里？字也不能太小，对不对？摆在哪里？哎，9个字。上下9个字，国日报70周年，70周年要不要显现出来啊？当然要显现出来。国日报是干什么的？哇！然后呢，在一般的习俗，现在的习俗，一个对联呢、啊，常常要前进那个重要的这个字句，叫前字格，前在上边的叫凤顶格，就凤顶，在这个尾巴的下边的叫燕足格，燕足燕的脚，那一般都怎么样？用凤顶格啊，比如说我送一副对联给佩欣，我开头叫佩欣。佩欣看到，哎呦，我的名字在上面，他就高兴了。屡试不爽，大官贵人呢、啊，或者公司行号不懂事，找我做这个实在是太多了，我都用他们的名字，个个都视如珍宝，因为这个只有怎么样，只有他才会有的啊，啊，别人不行啊。可是你这样是不是用错合的呢？寻扯或者割裂或者拼凑呢？不行的，你要让人家看起来很自然，这个就是佩欣下来就是佩欣这个人的特质，他的成就，他的人格都要呈现在里边。说这难不难呢、啊？像这个就很难。这是对联的，像这样，它当然不是通俗文学，可是怎么样？可是它毕竟为现在的社会里边普及来运用的东西啊。我刚才说的是最高的那个层次，一般并没有这样，但而且普及运用。而且呢，行之啊，从宋代以后到现在，你看，也有1000年左右了。1000年的这个民间大家通行的东西，你上上下下通俗的，当然可以算俗文学的范畴。所以我就把高伯凡的，他只列了而已，他也没详细说明，我采择了他以后，给他详细的对联的来龙去脉、历史，对联的这个声韵、这个意义、形式各方面的章法，就讲得很详细。所以，如果各位把对联就看看，你绝对是就会做了，中文系的就会做了啊。还有呢。比如说猜谜，
当年呢、啊，我在大一大二的时候，回我们南部家乡，我家乡住在乌山头，啊，下边的六甲还有一个下雨，乡下呢，在元宵、中秋都举办灯谜晚会，啊，乡公所就出来，大家呢猜有奖品，猜对了就击鼓啊，大家欢呼一下，啊，这个猜中，大摇大摆上去这个领奖啊，然后呢猜错了，锣一响，咔，当然上不了台啊，就是不对。那每一年呢，我呢都领了一大堆奖，因为我是中文系的啊，台大中文系的，总有一点脑筋嘛啊。而且我从小就喜欢文字游戏，谜语实际上是文字和文学的游戏啊。那个有时候还要你做一个对子，那做对子对上的就不多，所以做对子大概都是我对上。那有一年呢，我没有回去啊，因为我知道乡公所人不喜欢我回去啊，因为我猜对了，他们才说不对。我明明对呀、啊，因为我可以想的明明对。你说举一个例子给各位看啊，我们文字上的离合格，离合给你猜，猜明白。对，它的一面是这样子。那因为呢，我看过这个书上啊有一些笔记丛谈的记载，像用杜甫的这么一句诗：“无边浓梦萧萧下，猜一个字。”还有人呢说：“春雨绵绵，栖杜树，栖独树。”我看过这样的。然后我一起看，很多话人都会同类型的，我就知道他同类型。这个在文字上叫离合格，离就是把字形呢分析，合就把字形合起来，叫离合格。因为这个实在是难，真是不是说的啊，所以有一些对这个谜语啊，实在是。坚持到无以复加。然后你要猜这个要怎么样呢？无边落木萧萧下，你萧萧就要想到南朝这个什么萧炎凉，齐是谁啊？萧道成。那么萧道成，萧炎萧道成之下就是谁啊？陈霸先，对不对啊？所以你说无边落木萧萧下，你就哦，这个是要从这层呢来切入点。无边这个没有了，落木里边的木头没有了，所以无边落木萧萧下就要拆这个月子。这个谁会猜得到？像这样子，对不对？但是它可以给我启示啊。另外，春雨绵绵栖独树，
你这一句呢，你不是村民的，而是要切入点。所以各位，治学切入点很重要，切得对就游刃有余，切不对就像庖丁拿着那把刀，牛角大骨小骨乱砍通，这个刀都切不了，牛还蹦蹦跳，大吼大叫不死。可是人家这个庖丁，他呢入于肌理之间，你入于肌理之间，这把刀好像就没有厚度了，就挥挥霍霍，游刃有余，就是切入点重要。所以你这个春，各位看看，雨绵绵，还有太阳吗？没有了。七毒素还有丈夫吗？是不是？就一，对不对啊？你们曾老师就从这两个启示，我那时候研究生一年级，我说落花人不利，哦，就从这个花来。落花，草头没有了，这个花的影子也没有了。人独立，剩下这个，这是人独立呀、啊。这个花的头，花的眼，落花没有，人独立，剩下这个，这叫礼。和呢，微雨是看不到雨点的、啊，蒙蒙的雨，所以微雨看不到雨点。燕双飞，两只燕子在这里飞。我猜对了，他说不对。第二年呢，我弟弟去的。那大哥啊，你去年猜不对的，说不对的，我今年猜了他就对了。我就说，因为那时候猜太多了。你看，这也是谜语，是不是民间文学啊？对啊，他过年过节，这个以前在我们中国从宋代以后也是非常盛行，所以谜语当然要留住啊。所以我们每选一样东西，把它列入在里边，作为俗文学的项目，都是有道理。那像对联，我们说的很详细。这个谜语呢，我觉得好玩，我自己也喜欢。啊，各位，像这样我把它纳进来，然后发现这个钱南阳先生，他写过一本书叫《谜史》，谜的历史。我就把他的名词错要，再结合谜猜谜的方法，谜的分类猜测的方法。所以各位如果把我这篇读了以后啊，将来你们碰到这种场合会不会报一大堆奖啊？就会。我只举这些例子啊，就是说明呢，我们这个书啊，在写作的这个方式啊，定位是打通的。那为什么要打通？这就下礼拜各位要先看的。为什么我们要把民间文学、俗文学、通俗文学打通？而大陆的学者、台湾学者那么多的这个观念，啊，为什么我们还是要把它打通？如果你没有坚实的理由，没有另外的见解，那你打通谁信服你啊？啊！但起码到现在还没有人来和我辩驳这个问题。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建立起来的俗文学的范围啊，可以说周延性
就缜密完整的。我们所剔除的都有它道理。为什么剔除它呢？因为它不属于俗文学，所以我们要剔除。我们为什么要把别人没有纳进来？那是因为他在民间、在群众里边影响很大。即使到现在都一样，所有纳进来，然后大家共同有的，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深化改进。像什么叫民间故事？我们的民间故事，就把以前内涵非常纷杂的，我们提出了一部分为民主故事。我们像对小孩说的，那是很特殊了。对小孩本来也是民间故事的一种啊，但对象是小孩啊，所以他的这个什么呢，内容、文学、笔墨种种不一样，所以我们提出了神话。还有呢，民间故事里边像地方的这个风物传说，它也是有它的特色。所以我们呢的分类和取舍的内涵，是有建构自己的看法。此外，就和刚才各位说的，我们每一类写作的内涵，也是新的，尤其是什么俗文学啊和戏曲小说，最容易被当作什么政治的工具。大陆在50年代马列主义思想很盛的时候，他们把这个民间文学、把戏曲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国民党在早期革命的时候，也把它当作革命宣传的工具；抗日战争的时候，当作抗日战争的宣传工具；国共斗争的时候，两方面都当工具。日本人在要皇民化，要以台湾为基地去南进侵略东南亚国家的时候，要是台湾老百姓数典忘祖，不要叫他们再做汉人，要做大和民族，所讲究的这个皇民化运动，其中也就利用戏曲，包括歌子戏、布袋戏等等，作为这个政治宣传的工具。所以这些是近代很无奈、很悲凉的。我曾经呢，在这个为我们的新闻局，那时候叫新闻局，制作了一个叫做《掌中武春秋》。《掌中武春秋》就是台湾布袋戏的历史、派别与台湾政治社会的关系，我做串场。那么这个片子为什么有名呢？因为后来党外人士到包括民进党，那个长荣的飞机、海外飞机都播这个题，播《掌中春秋》，
人家都说在飞机上看到我，我说怎么会看到我？我又没有去哪里。后来我自己搭了，哎，那不是我吗？就是他播这个节目，因为布袋戏艺术是台湾的乡土艺术啊，那时候提倡乡土艺术。各位，传统艺术、乡土艺术是民族艺术文化的根，当然要重视。我在三十几岁的时候，在我们台大中文系就已经主张，台湾大学的学生为什么都不了解台湾的历史？台湾的年轻人为什么对自己的历史一无所知？这是不可以的。所以我就主张要以课外读物附在国文教材里边。我们中文系主任那是龙以纯先生啊，就请我呢，我就去选《台湾通史》三年。后来有一年，怎么新的教科书没有了？我编的那部没有了。我问龙先生，龙先生，哎呀，容易啊，近在不言中了，不要问这个了。我何等聪明的人，当然我就不追究，因为那时候国民党的政府怎么喜欢台湾的艺术抬头啊？说把这些通通删掉，所以压抑台湾的传统艺术、民族艺术同样是可恶的。那如果今天要去中国化，是不是同样可恶啊？因为文化艺术是越博大精深，越高瞻远瞩，越多元越丰富，这才是一个强大的民族所应有的修为。如果眼光如豆，让你生在这个地方而不知道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你会不会觉得惭愧啊？如果你作为大中华民族的人而不知道中华民族以往的历史，你会不会觉得你作为一个不够格的？所以这些啊，我们读书人千万要懂得做一个真正的读书人，而不为政治，不为那个偏私的这个理念所乱来一气。这个不止在课堂上，我在开会照样说。所以啊，这个我们这个书绝不牵涉一分一毫的政治的那一些什么思想理念，我们是纯纯粹粹的怎么样学术。不像大陆的相关的书在那个时代里边充满马列主义的思想，你想一想，史文学的沾染了这些以后，史文学所剩有几啊？这也是我绝对反对。诚如在我在那个汉末五春秋，我做整个影片的串场，开始串场，最后收尾，中间出来说在抗日的时候是怎么样，就给日本人怎么利用，我们光复以后怎么样，现在又怎么样，都是我出来串场。然后访问了一些当时候的台湾的布袋戏大师啊，来呈现这个节目拍得很好。后来这个导演呢和我成为朋友啊，他很敬业。我没有看过那个民间的那个这个团体哈，那个承包商啊，有这样的一个敬业的艺术家。我说以上各位看看，我们台湾的乡土艺术一直被当作政治的这个工具。我说一个人如孔子所说的君子不器，什么叫君子不器啊？
君主不被当工具利用。所以我的朋友如果被当政治工具利用，我是看他自然，大官贵人都一样，我就看不起。你不过是一个政治的狗而已嘛，有没有一个读书的人格？没有。所以我说，君子不欺，不被当作工具，何况是关涉到民族艺术文化的这一些事呢？如果民族艺术文化也当作工具利用，所剩无几啊！啊，这个是因为俗文学、民间艺术会关涉到这些。我只是个人的意见，同学们呢都有高瞻的智慧、清楚的理念。我只是呈现，我上课、我写东西，只是呈现，从来没有强人所同的这个要与我相同的这个企图。这也是各位尊重老师的这个看法。但老师的看法，你们以你们的智慧、你们的年纪，都可以分辨，可取则取，不能取就参考。啊，如果真不懂、不同，就辩论。啊，这是也是我们这个课啊所应有的基本的这个方向。好，今天就到这里为止，谢谢各位。嗯。